一顶鸭舌帽挡太阳，一个大画袋放着颜料跟画纸，往路边一坐，有时候就这样一整天。我开始写生，那时候还没地方买画袋，几十年以前了，所以就是自己做画袋。他是孙少英，民国20年出生于山东，民国58年台湾第一间电视公司台视成立，他就在里面担任美术人员。退休之后，他在南投县埔里天天画，从素描到水彩，从街上的人物到路边的小店。91岁的孙少英现在是国宝级的水彩大师。白的雪都是留白，那这张画呢，我满意的是我觉得把玉山的那个感觉表达出来了。除了水彩的意境，他的双眼也见证了台湾的电视史。那我考到台视以后呢，最初在新闻部工作，后来调到节目部做美工组长，一直到退休。以前主播台上新闻播报的内容没有画面的，就由他想办法画出来。因为有了电脑以后呢，才有了手绘这个名词。说当年我在新闻部工作呢，就重要的工作就是手绘。他的双手画出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故事。那时候用的卡片呢叫 Telap， 另外一种卡片呢就是比较大的叫 Flip。 那时候电视上所有的画面除了影片以外，都是用的这种小小的卡片叫 Telap。 所以有时候一节新闻下来，有时候画好多张。画两个人穿绿色衣服，头上圆圆的头盔，手上还拿着步枪，军车冲撞营区，主题立刻浮现。勾勒之后上色，在新闻部工作的美术编辑理解跟传达的能力要很强。那时候就是用签字笔迅速的画完，然后加点的彩色。为什么放在边下呢？小小的放在边下呢，因为这个地方是记者的位置，就在它的右上角一点点。如果说记者实际采访的新闻画面是精彩的红花，这些美术图画就是不可或缺的绿叶。穿着蓝色衣服的民众拿着文件走到悬挂劳保字样的柜台，很明显这则新闻讲的是劳保的相关讯息。当年使用这些小卡播报新闻的画面没有留存下来，但新闻事件一件一件都在10公分宽、12.5公分长的厚纸卡上精彩呈现。当年播报气象也一样用画的。气象就是那个除了温度给晴时多云的字以外，当然还要配上一张画。孙老师拿起画笔，专注的眼神，5分钟不到，画纸上的这个人撑着雨伞，雨还不小。这个旁边再加上你们晴，这个大半都是大字，晴时多云。技法简单却传神，当年和孙老师配合过的资深新闻主播也记得那个用画说故事的年代。一张一张图卡是在这个副控室里面，这样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有点像看类似万花筒那样子的一个机器，然后在里面一张一张抽换。孙少英退休之后到南投县埔里最新好山好水，23年前921大地震，他就在埔里。走出家门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流离失所。我祈祷不能过重，我那天到那个位置一看，这个草场搭满了帐篷，灾民。当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灾难，虽然很难过，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下来。巷口卖鸡蛋的小店地震过后传到第二代手上，当年的画，画上的人事物通通都认得出来。剥蛋啊，还是在煮蛋？应该是在剥蛋，然后这是阿公在卖蛋。对，我有时候每次过来看，没有看到他了。对啊，因为我二伯搞的。店里的长辈不在了，老店的人情味还在。
孙绍英当年画画的同一个位置又画了一张画，也跟年轻一辈分享回忆。他那时候跟我讲，这怎么能涨价呢？他说我还把很多蛋送到庙里边去给神明吃。我想是用行脚来记录台湾，那么可以用画作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哈，让我们的人们更能够体会到这片土地上面的一些人文风情哈。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些景色可能随着时间的一些这个演进哈，也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在画作当中它是永远的这个呈现。孙绍英鬓边银白的发丝有时光闪耀的色泽，纸上墨黑的笔触写着岁月的故事，记录大地回春，记录美感经验。他在耄耋之年用电视新闻写实记录的工作背景画出不同一般的艺术行脚。